在我们又要来思想大卫第二次的失败，他怎样骄傲数点人数，惹来神的管教。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23章。那里提到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就激动大卫数点人数。那么撒旦为何会来激动大卫呢？一定是大卫他给魔鬼撒旦留了地步，撒旦才会有机会来攻击以色列百姓。因为他攻击大卫王，就等于是攻击以色列百姓，大卫犯罪就会影响到连累到以色列百姓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大卫王忽然起义要数点以色列全国的人数，他这一个内心的动机呢，是出于骄傲。因为他已经做王执政到晚年了，以色列国非常的强盛，蒙耶和华神大大的赐福。而大卫为着想数点全国有多少的百姓啊，军队中有多少，好像有一种夸耀感啊，有一种骄傲自恃自满的感觉。所以骄傲一来，就是撒旦来攻击他。因为撒旦本身都是骄傲犯罪堕落嘛，所以撒旦就攻击大卫，去数点人数。当时耶押就觉得不对头，元帅耶押说啊，不要数点了，耶和华神的赐福给你了。大卫不肯，一定要数。结果当他数完之后，哇，以色列当中拿兵器的啊，就有110万啊，犹大的有多少，虽然很兴旺，但是神已经差派先知加德去找大卫，有三样的灾祸给大卫选择。第一样就是国中饥荒3年，第二样落在仇敌手中给追逼3个月，第三样就是国中遭遇饥荒3日。大卫说，我要落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因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我不落在仇敌的手中。大卫就顺服神的管教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一个敬虔的人，他竟然也会曾经因为不警醒而犯了淫乱的罪，而在这一次又因为骄傲而得罪神。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警戒，对历史历代神的众儿女来说是何等的提醒。所以神许可这两件事写在圣经上，第一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除了耶稣基督才是完全的。第二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十分警醒，离了主我们就会跌倒，一不警醒，一靠自己，一在肉体里，就随时会软弱而失败。而属神的人最容易失败的，有的时候是随从肉体的情欲，有的时候是骄傲，这两方面都成为我们的提醒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，我圣经真理已经认识很多了，我自己与主的关系不错了。我们要时时警醒，远离一切的试探，随时靠着主胜过一切的试探。我们也不能因为啊大卫啊他是属主的人都会有跌倒失败，我们就可以犯罪的借口，不可以。今天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是有新旧约全本的圣经，我们又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又有圣经全备的教训，所以我们更有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成为我们的拯救，又有神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是没有借口像大卫那样犯罪失败的。同时也要提醒我们，我们更要依靠神。当你蒙福的时候要谦卑，记住要谦卑，要靠着主谦卑。骄傲是最得罪神的，是为惹来神的管教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思想大卫怎样完全顺服神的管教。当他数点人数得罪耶和华，因为他骄傲，所以神差派先知啊，这个管教他的时候，大卫他就顺服神啊，他选择就是顺服在神的管教之下，神就许可瘟疫3天在以色列当中流行，结果就死了7万人。当灭命的天使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卫看见就惧怕了，耶和华后悔了，就叫这一个天使助手。大卫
看见面命天使的时候，他向神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犯罪是我，求你要的是管教我，怜悯以色列百姓。”当他在那边求靠神的时候，啊，神叫啊天使助手，天使呢，啊，就吩咐大卫，在这一个阿尔兰的河场那里，为耶和华神建筑一个祭坛，然后献赎罪祭和这个平安祭。大卫就到了阿兰的河场，到了河场的时候，这个阿兰是一个农夫，他正在这个和田里收割庄稼。他一看见大卫王来到的时候，他就立刻战战兢兢迎接大卫王。大卫王对他说：“我要买你这一块农田，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。”那么这一个阿兰和他的儿子呢，就对大卫王说：“这块地献给你吧，你可以去侍奉耶和华。”大卫说：“不行，我绝对不可以得着白得之物、免费之物来侍奉神。”大卫就把钱呢，就计算多少钱，就买了阿尔兰的那一块很大块的农田买下来，然后大卫就在那边为耶和华神建筑了一座祭坛，就献上赎罪祭和平安祭。当大卫为自己认罪，也为以色列百姓代祷的时候，神就使瘟疫止住了，神审判的手就完全停住了。大卫就是这样完全顺服神的管教，完全的顺从神，借着祷告，借着降服，止住神的怒气。我们看见大卫他是完全顺服神的管教，每一次当他犯罪甚至连累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惹来神的管教审判，他从来没有埋怨神。大卫一生的特点就是顺服，对神管教的时候如何的沉重，他完全顺服，默默不语，甚至是赞美神。大卫预表耶稣基督就在这一方面，他那个完全的顺服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一个作王的生命最突出的显出的是什么？就是顺服。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，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，他顺服父神的旨意，选择十字架的苦悲。他说：“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”完全的顺服，作王的生命就是顺服的生命。有的基督徒他很热心，但是当他在跟从主的路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或者逆境，或者他不明白神为何许可这件事临到我的时候，他就会埋怨；在侍奉的时候遇到不顺就会埋怨。所以属灵生命真正的丰盛还不仅仅在你的爱主，真正的丰盛是你的顺服，在逆境中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。你能够完全顺服神，说明你的生命已经长大了，这就是作王生命的表现。大卫的一生是顺服神的一生，从来没有埋怨，只有赞美。无论神有再多的管教，他都完全的顺服。求主叫我们的一生能够效法大卫，完全顺服神，在人生任何的环境里都是顺从神，像绵羊顺服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。求主叫我们的一生效法耶稣基督，也是顺服的一生，以致我们的一生荣耀神，叫神得着荣耀，那日与耶稣基督一同进入荣耀的国度，同作王一千年。我们有份于基督的顺服，就有份于那日荣耀的赏赐。今天的信息我们要学习的是大卫，当他失败之后经历神的管教，两次的惩罚管教，虽然神管教的手是那样的重，但是大卫是完全顺服神的管教，谦卑俯伏，一面是认罪悔改，另一面照样充满对神的赞美。无论神量给他有多少的环境来的管教，他是多少的流泪，他也照样顺服神，照样赞美神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，一面我们要更加加倍的警醒，远离一切的试探，靠主得胜；另一面我们要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，一切的作为，以致我们在世为人成为顺命的儿女，荣耀神。